又一个帽，又一个帽，又一个帽，四个帽，肯定都需要，反正他这个封盖或者底下又一个帽，又一个帽，又一个封盖，四个盖帽，哈哈哈哈，现在我们看那新疆店里防守是联防，又一个帽，又一次封盖，这个很要命啊。周琦这个今年的进步应该是新疆队的一个对周琦二加一周琦这个吧力气真大而且他有确实有很好的这个控球的控球的能力持球持球能力中间换了一个对方换成丁人了王春这边如果被周琦拉到三分线外来其实直接给到周琦好哇周琦啊这是周兰特啊周琦把这个尿裤子漂亮这个球完全停滞了周琦自己来他所以就很难再追了周琦好球这一球永远传得漂亮没有这个球肯定没了这一球险些失误哇这爷都不帮忙啊哇反而是被带给周琦哇这段时间周琦的三分好球所以我说你现在进攻时间不对周琦超越了三分哎呀打了三分啊周琦是不够做哇周琦还好分周琦这是他的在这种常规赛当中去用一些这个统计对啊他可能刚才那球他按照抢篮板球算好了也就创造了布拉奇中间的空位又冒一个我这场比赛这期难道要拿三分啊这个两人拼命的这边得分只有十九分这个都没有又一棒估计现在已经有这个东西完全是好球好球对说在为国家队奉献的球员，这个姑娘，投篮能力相当令专家折舌的一名球员。啊，还是 M， 可以，哎呀，没事，这球自己跑到篮板后面去了。看一下篮板球，在帕哥手上。犹豫啊好球、哦、这球周琦防的我刘伟这段时间好球整体有些愣神啊上不去下来、哎、